好啦好啦，我们这 Clap 终于有回应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这个 Bread Talk 也是对有点实力的。大家这个对手我们刚来不及稽查，但看这些大哥，大哥都进来了，大哥都进来了，瓦迪都进来了，我们就跟他吧。杜特丹也进来了。对啊。啊，这边我们地图来到是罗曼史啊，这个地图左上角是这个蓝色的神族 Space， 地图右下角是这个红色人类 Bread Talk。这些人真的不能那么凶悍呢、欸？你们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吗？这些我们现在上面这个刚刚那个也是俄罗斯人吧？刚刚那个什么 Cars 是俄罗斯人吗？还是不是？还是这个 Bread Talk？ 那这个 Bread Talk 是俄罗斯人吗？他们是有一个，其中有一个是俄罗斯人。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对，他是俄罗斯。啊。Bread Talk。这个人家上面的才是战斗民族，你们不能这样子跟人家战斗，要一起战斗民族、欸。俄国人皇哎、欸，啊，之前不是还有一个，之前不是也有一个人类叫什么来着的？完蛋了，想不起来。我记得俄国之前不是有一阵子也是蛮多人在打的吧？然后会一直刷到他们，然后他们会一直爆气，他们真的很容易生气，很凶很凶，对吧、啊？我之前还比较常在打的时候，那段时间有大概三四个俄国人在打吧，有时候会在就是会在那个会在韩服遇到，这个就相当凶悍啊。这个 Bread Talk 也算有名吧，他也是打很久的人啊。然后他是不是从星海一就开始啊？我记得这个人也是打蛮久的。我不熟，你不熟是不是？我印象中这个人，如果你去查他的资料，应该也是那种上古神兽级的人物，元老级的玩家，对吧、啊？啊，这开局两边都看起来蛮正常的啊，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奇怪的局面出现了。刚你们要比敲桌一走，不去找那个台北黄先生比就好了，整天叫我在那边敲桌子，在那边乱七八糟。哎、欸，这就是、欸、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这么凶狠的吗？被点掉哦，亏翻，真的有够亏啊！点那一只，为了点那一只农民，然后他那个教室直接送掉，那这样等于你前面的。你前面侦查手段就都没了，你现在你只能闭着眼睛打。你第二只就是，还是得出门了、啊，有可能要再送第二只啊。这人类要打 TOP 老师，你那一招了。我那一招、就是。拿出导弹车。可以。这个没有吗？这个两兵营枪盘。这个人不是练 Bread OK 啊？我一开始以前也是这样练啊，但好像最后，我记得好像在哪一次有人说这个念 Bread Talk、啊、还是有去。反正不然就是之前他比赛有出现，然后我听国外主播念了，他应该不是念 Bread OK 啊，他应该是直接接起来的，还是我们要有台式的念法，我们就念 Break OK。先不要。哇，这波兵有点多哎、欸。来了，这波完蛋，门口是什么都没有啊！还给点压力啊！没有要推，而且他电池好像都已经下好了，他应该也没取消掉。没关系啊，电池这种东西有，这叫什么？备而无患，是不是？买保险的概念，对啊，放着东西肯定不亏啊。倒是这个，
倒是这个神族他的三开有点慢呢、欸，因为他打这个，他打这种高攻防的，很像猛，应该是要打类似猛男流的东西吧？可是他这个东西，他想双身攻防哎、欸，流程有点怪。对啊，这种东西，他一定要经济要好一点呐、啊。他如果经济不够好，你后面你中间的那个中期的那个兵力根本刷不起来啊。这矿真的开太慢了。看起来这个人也就这样而已，他是不是就这样？是。他看起来也没办法试多鸟。从这个分数看起来，最多欧服就，我猜一下，5300。是不是差不多？5300差不多啊，极限了吧？哎、欸，占点小便宜。哎呦，我这个战斗民族的眼力是不是不错？这样子都，这个值得称赞的。这样子都看得到，稍微看一下，不像凯文流那个，通常 O B 都抓不到，看不到，在你头上飞了老半天都看不到、欸，我真的是瞎了。然后这也是看不到的，还会说没有，一定是荧幕的问题。理由驳一下，不行啦，他现在才开三矿，而且他追猎超少的、欸，他比你现在才补哦。来啊，换家，互相伤害啊！来来来，互相伤害，互相伤害。哎、欸，不是、這個、你不能再犹豫不决嘞、欸！他还在犹豫不决。哎、欸，他要回家。他要 recall 吗 ？recall 没能量，两个都没能量。不是啊，你这个立场是 joke 是不是？天哪、啊，这个立场有放有交代啊！哦，哎、欸，不行嘞，这里的追猎，不是他到底是他刚是旅扣一半回来吗？还是这家里也是现抓？他正面追猎死太多了，现抓了，那这正面也死太多了吧？大概完全没能量旅扣啊！哇，再会兄弟，旅扣回来送头。没有差1000分啊！这个欧服跟台服没有差到那么多分数啊，你差个两三百分都差不多了、啊，不可能差到六七百分啊，两三百分而已啊。没有，又不是东南亚服。对啊，东南亚服还可以当，还以前大家都在那个宗师第一比青铜还要难呢、欸。真的耶，根本受不是开玩笑，受不到人呢、欸，很痛苦哎、欸。我们曾经也是想，我们曾经也是都有梦想啊，也是想要在那个东南亚服成为宗师第一的。那个跟执政官一样难受，太困难了。这神族打到快9分钟，还没有想要开上空，然后开不了啊，没钱你知道吧？太穷了。他从29楼哎、欸，啊不是啊，啊这个 Bretto 他怎么也只有36楼？他这个农民也是很省，还是省农一哥哎、欸。人家瓦斯爆成这样怎样、啊？可以不要再采，知道你就跟他说可以不要再采瓦斯了吗？调节一下你的经济啊。哦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啊，跟我一样嘛，看不到。这个 OB 摆门口，这个也太显眼了吧？好，等对方来送，来啊，最稳的打法。是啊，你的那个哨兵可不可以不要去前面搞笑？哎、欸，哦，他用在的、欸，不是啊，大哥，你不是说闪追？这人类还真有耐心哎、欸，是我就冲出去了。这对面这种兵长这样子，不能不冲吗？好、啊，冲了！哎，
没了，反应第一波反应没有反应到就没了。他干嘛？想要跳上去是不是？跳！哦，摔一下，摔一下。嘣！人气没了。立场。好好再跳走。哎、欸，医疗艇。哎，不需要，那种东西不需要，你知道吗？不需要的东西，就清掉啊！不需要的东西送那个人口腾，人口腾出来，我们才可以按新鲜的东西。没错，太细腻了。这就是没能量就送掉，这就是虫族的哲学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用的东西就通通拿去送，我们才有办法做出有用的东西。看这个两框还在憋闪电、欸，他也是很有梦想哎、欸。我要跳过来。玩家的某梦想、啊，哇，他旅客哎、欸，应该不直接跳走就好了。没有，他刚跳过来的、啊，他刚是从那个矿区那边跳过来的。哦，他从那个矿区。对啊。原来如此。哎、欸，医疗艇，真的累，医疗艇真的是。送你啦。送你啦，没能量的垃圾都送你。对啊，都已经奶完了。他妈的！你把妹子榨干之后，你还想要人家干嘛？妹子榨干就得去送头啊！没错，是这样的吗 ？OK 啦，妹子榨干就要再找新的妹子，这样子 OK 吧？哎、欸，他还会冷静闪电呢、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些？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已经不是冷静闪电的，我怕他还没有下来，他东西就不见了。他丢了下去吗？他丢了下去，而且他怎么脱节成这样？敢不敢开三矿啊？敢不敢开矿，兄弟？这辈子都没有钱开三矿。来，他的电在上面。看你表演。哇、哦，跌下来了、哎！有电出来。哦，酥酥麻麻的。好啦，你的风还可以耶，还可以耶、啊，你已经打出风采了。念你是一代宗师，真的打出风采啊！你还是致敬吧。人家胖子太多了，垫不完了、啊。垫得出来就有60分了。欸，他干嘛？干嘛？他这里面什么？他是狂欢四哎、欸！狂欢四！哦，狂欢四还可以这样操作、哦，他把那个狂欢四往前冲了，然后带起来。哦，没了。好帅哦！好啦，我们这边恭喜 Fred Talk 的先拿一分。好，我们再等他们第二把。不是啊，我们按实力讲，对不对 ？Nice 算可能打赢了 Clam。但是我们还是要以整体平均实力嘛，对不对？你赢个一次，但你大赛里面你赢不了其他人，那你还是得先下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按平均的实力说话。可能的 TV 力太强了，那个节奏打的是真的快。而且很不舒服啊！哎，他刚刚那个真的很屌，他把那个冲出去狂欢四全部载回来，到底啥意思啊？人家好不容易都冲出去了，他把他载起来，啥意思？再丢下来狂欢四的冲锋还在洗地，这是什么神奇的地界？他刚刚人类也不躲闪电，直接让他电的酥酥麻麻。有啦，我们有开延迟啊，只是可能没有那么长而已啊。对，我们偶尔也要领先世界全球首映啊，
我们没有每次都在他们之后的吧？哦，我们偶尔要快一下。对啊，我们这边时序比较快，我们一定是全球首映的。一直这么持久也不是好事。没有，我希望可以一直很持久。你如果想快的话，那你自己去吧。这部分的话，我觉得我选择持久没有关系，持久一点没有问题啊。来，我上个对。刚刚他那个流程实在是有点奇怪。正常来说啊，如果你要打猛男流的话，你要先三开之后，然后再把你的两个 VF 那两个冶炼厂点下去，开始提攻防。因为这主要是你前面要偷啦，你中期的经济够好，你才有办法刷出这么多的 BG 兵。这种打法就是用海量 BG 兵把你害死。他经济有够差，超惨。因为现在也比较流行，先把兵抱起来再提供。对啊，先给对面一波压力嘛，你先把兵抱起来之后，攻防再安上去。不然就是看你要转什么其他的，对不对？但我老实讲啊，就是你。今天想办法把游戏打简单一点啊！你分数不够高的时候，虽然我也不知道这神族到底几分了、啊，我们尽量把游戏简单化，把游戏玩得越简单，你的分数就会越高。相信我，没错，信我一波，不要搞那些很复杂的有的没有的东西。被砍光光喽！我跟你讲，会问今天为什么这么晚还有比赛播的，这个人一定你是不是还没有加入 Discord 群组？我们这 Discord 群组里面，我们 AD 每天会在里面发通知，对不对？给大家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有什么活动，然后为什么如果有特殊事项要宣布，他也会在里面宣布。我们要关注我们 Discord 群组。哎、欸，这枪兵阴险的哦，直接站斜坡。完蛋了，等到瓦迪还在给我们看他的 VS 啊！哦，再进来侦查，连你出凤凰都看到了。哇，他好凶哦！这能量要直接走出去哦！这几只枪兵走出去吗？他是不是想送？这六只是想送吧？还是他只是想抓抓看教室？应该是想单纯绕一下，看有什么东西在外面吧。但如果今天遇到的是台北黄先生，他这时候教室一直往前接，他这些枪兵都别想回去，你知道吗？他看到凤凰才敢这样子走啊。不是啊，我讲的有把游戏打的简单，你也是要打那种会赢的战术嘞。你不能打跟我说把四 BG 很简单，然后为什么分数只有3600？你不能这样子哎、欸。你要打会赢的吧？要打会赢的战术，对不对？会赢的配兵组合，你再跟我说你打的是你这样子有上分吧？什么不要隐运？是不是太小看我了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打人类的隐运也是下下叫了好吗？你们都不知道、啊，他这场换 special 的。哦，巨凤了！完蛋了，我们的机器人是不是又罢工了？有啦。哎，你不能假装在聊天室打 Discord， 然后你给我打一个 DICK 在那边呢、欸，你这样子不行呢、欸。你这样子，我要强烈谴责！我要先让你冷静一下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神族自 A 直攻兵的、欸，卡人口了，卡人口。测试那电池会不会补血？是。电池就在补了。哎、欸，抬高，抬高。
如果 Discord 的话，你看一下那个聊天室的下面，这里应该有个 Discord 连接可以点吗？对不对？你看一下，不是看一下那个 Twitch 页面的下面，它应该有个 Discord 的连接可以点。完蛋了，我们今天机器，我觉得这样三猪很优啊，正常多了。正常多啦，他出这个两矿憋这个巨象，然后等现在三开，我觉得他这场流程就很正常啊。啊，上一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这场流程跑的到账号，跑的就有那个大师的水准啊。啊，凤凰控图也控的不错哎、欸。对啊，那刚刚，我知道了，刚刚是弟弟抢哥哥的电脑。哦，刚刚是弟弟抢哥哥的。当我没讲，嘣！哦，好像似曾相识哎、欸。你说刚刚那个凤凰坠机的画面似曾相识吗？没有错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不够多，不够多。上次台北王先生送的比较多啦。哎呀，这个页面下面这里应该可以看吧？这可以加吧？我看一下。刚才那个是正常的，正常。哦，我觉得人类不好打哎、欸。这神族隐喻真的有出来哦。我等一下这把打完，我再贴给你们。对啊，你看啊，这把如果那个这个人类是不会打后期的，他这样子神族这样憋是有点东西的。啊，这样神族农民补超快了，69，完美的数字，可以。而且这个地图控的到处都是水晶塔。而且最主要是这个正面很难推啦，因为这个正面有巨象有哨兵，你立场上切一下，而且现在又知道你从哪里来，这个基本上、啊、如果被推死的话，一定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定是神族的问题，他这个正面就不应该输的。只要巨象会拉都不会死啊，不，他只要会放立场就好，巨象站着 A 都可以，你知道吧？没错 ，A。看这三矿这两颗雷能不能炸到，而且他的这个反应很快、欸，而且他的这个凤凰还在这边巡，他该做的细节都有做啊。哦，他都有反应嘞、欸！完蛋了，我跟你讲，没，你知道没反应的是谁吗？我要跟你的 OB， 没有反应的是瓦迪、啊，瓦迪睡着，瓦迪睡着了是吗？对，我跟你的 OB。这瓦迪看他毕竟身为一个4500分的人类，他没办法看这么多的东西。OK， 这边光炮也起来喽。啊，人类应该要转鬼子了，慢慢打。但根据我对这个人了解，他是不是不圈圈起来？他是不是不太会打后期啊？我对这个了解，他也是就是暴兵，然后 A 一波正面，哎、欸，来，咻！反应，啊、没有啊，没关系啊，但这里也没几只了，还好啊，这里也没有几只可以炸。哎、欸，这颗还在、欸，他还在秒哎、欸，哦，是这反应可以、哦，漂亮哦，可以。对啊，这把打起来跟上一把就完全不同了。上一把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真的强烈怀疑是弟弟带的、啊。这个水晶塔视野全部都打开了。对啊，到处都有视野。他不是只他这场细节跟上一场差有够多哎、欸。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这个雷终于解决掉了。他这场还一直看呢、欸，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人类的正面是打不赢的吧？神族有猎光球、啊
对啊，這個、超多哎、欸，科，有种过来，这还是要出鬼子啊！哎、欸，你的那个追猎不要去自杀、欸，他在点，他在点。哎呦！追在点回击，他追在点回。他敢不敢再再还要追吗？他敢不敢再多刷一轮追力啊？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完蛋！我发现了，这神族的这神族的控兵看起来是不太行，看来是控兵的问题啊。不太流畅，不太流畅。哎、啊欸，来了来了！哇！哎、欸，大的大的，有有有有有炸弹有的。出解放。感觉这边太多工兵了吧？得分一下。完蛋，看来要分兵分不过来。哇！看来这个人。这个，但必须老实讲，就是这神族的这边这个也不好控、啊。但他今天如果，对啊，这但真的蛮难控。但说真的，他的隐喻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、啊。他这个兵量是真的有多了。哎呦，真的是操作问题啊！一正面开战，整个就爆炸。对啊，看起来是不太会拉，不太会拉这种阵型。但他好像还是有一战的本钱，他这个。再刷一轮追猎往前走，他把游戏玩得太困难了。哎、欸，好多解放，他围巾要来多血。人口还是有咬住啊，攻防也差不多，还有一丝机会。看他能不能突然开窍，猎光球炸到东西。哦，有大的吗？有大的吗？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再，哎呦！哎、欸，这人类也是不太会拉、欸。哎、欸，人口被炸出来了、欸。哎、欸，直接跳上去点啊！哦，再。对啊，就是要这样对嘛？哎呀，终于醒来了，这个神族。这个神族终于醒来了，那这个正面就很有搞头，但主矿好像被投，他主矿被投了。这个哦，不是被投，两只危机了。嗨，在这边要多线，打节奏。哎、欸，追猎！我要把哎、欸、跳上去把那个医疗厅点了吧。快点快点，跳！哎、欸，好像啊三控怎么办啊？三控怎么办？什么都没有。要recall！ 赶快刷，赶快刷！哇，这一大头分不过来啊！啊？这边有解放者，这人类多线打起来啊！我怎么看起来很像在多线送？我觉得好像啊，人口主要是这个起不来，主要是这个神族经济够好了，而且他的烈光球还是出太多了。我跟你讲，聪明的神族这时候再回去做巨像，再做个两三只出来。他出了十颗烈光球、哦、啊！这时候其实他应该要再做回去做两三只巨像。哦，人类没在抢围巾，对、啊，在转巨像超强。啊，干脆直接一次射出来，把那个行星鳌再点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是不是都喜欢这种口味的？一次。一次怎样子 ？All in！ 哎，拆家大队来了，拆家大队来了！再丢下来，丢下来，丢下来！哇，他的部队是一条直线的在走哎、欸。哦，打的打的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！来来来，嘴里炸不到，哇，家里顾不来。哎呀，家里不理他，这个正面打赢再说吧。我们不行啊，他这边炸不到的啊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！占便宜，不要再走这个口了，不要再搞笑了。哇，这猎光球太多了吧？开始乱炸！哇，他追猎没跳上去。哇，慢了。哦，炸完了。
他刚才把人类逼上一楼梯的时候，嘴脸就给我跳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开始炸，开始炸！我觉得这神族不是打穿了吗？就是这一拳，就这一拳哦，打穿了吧？能够领先四十，打穿了，打穿了。不要打这个要塞的地方哦，你直接上去了吧？哇，欸、真的，来他来，跟我一样，讲的一样，发病了，发病了，他发病了啊！哦哟，还好人类后面部队真的接不上来，三二的神族地面部队哦。乱炸一通都能赢是吗？来喽！可是猎光球都比掠夺者多。开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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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！没了！点点点！漂亮！GG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绝对是有人在搞事。这第一把跟第二把看起来差太多了吧？这绝对不是同个人哦，就看起来就不是同一个人。这个，因为我们没开编队，看不出来。但我觉得这第一把、第二把，这差的有点多哎，这细节做的落差也太大了吧？领域也差很多、啊。还是刚刚是那个、啊、女朋友代打，我强烈谴责是，我强烈谴责这种有女朋友的，对不对？强烈谴责。太过分了吧！今天没有 nice 啊，这个欧洲区的。这个欧洲区的很难搞啊！一比一，对吧？跟你讲，这个要是他可以打赢这个 Breitalk， 代表他欧服应该是至少有个5500分吧？妈，5300到5500，有啦有啦 ，Breitalk 6100。他现在有6100哦，你刚刚有稽查是不是？哦，我刚才稽查过。对啊，代表这个神族应该理论上没有到那么菜啊，可是第一把有点奇怪啊。我这神族2020年的第一赛季是宗师30名嘞、欸，宗师30名，那由此可证，没有，由此可证，第一把一定是弟弟或是女朋友代打，第一把那个太奇，长得太奇怪了、啊，前面都是莫名其妙的，对啊。好，看一下，我们跟凯文聊。现在来到地图是光与影哦，地图右下角这个蓝色的神族是 Space， 地图左上角这是红色的人类 Breitalk。它是固定的开局。兵营完直接反应。我们就要去勉励 Nice， 对不对 ？KR 区的打完再打 EU， 然后 EU 打完再接 AM， 哇，碎啦！就是这个节奏，三把连打。啊，不过说真的、啊，这个 EU 是真的难打，因为
一个是他时间拼太高了，拼太高啊。第二是他时间很长，报名人很多，你要一路这样打上去，很累啊。打完到早上啊？没有啊，打完早上刚好接，刚好接 AA 嘛。接无缝接轨，没错。哎、欸，他这样先出一支香槟，变了变了。还敢干扰啊？哎、欸，那藏一下嘛，藏一下，藏一下，不要让他知道我第一次出的是枪兵了。OK，OK，OK、okay, okay. okay、吧？因为你如果知道神族间知道我第一次出枪兵，他第一次教室一出来，他就直接往前走，他想都不想，头也不回，我们就往前走。有道理啊，但还是要被看到。不过这个时间点看到好像啊，还是有差，因为教室还没出来。PC， 那这样教室没有要出门，但理论上教室都不喜欢出去侦查。对啊，但理论上他刚刚看到那个对面第一次做枪兵，他其实教室是真的可以直接出门的。对啊，还是他在等这只工兵？不要骗我啦，来人要走上去。会算的吗？哦，刚好这里出来。应该要先出台导弹车。都是固定打这个开局。主要是前期比较稳一点吧。300P 要怎么玩这游戏？300P 有300P 的玩法嘛，对不对？100没有 PIN 有没有 PIN 的玩法嘛？我们要当你的 PIN 值太高的时候，你就要让这个游戏变得简单一点。啊，反正最好是没有什么动就能赢。重点是什么？反正你赢了，人家说你很强；输了你就说有拼，不亏吧？对不对？一点都不亏啊！心态正确、啊，赢了就说啊，这个对手就这样，我顶着300拼都打得赢，我屌。然后输了，对手是多屌，我顶着300拼，你也不过就跟我打成这样子而已，对不对？在欧服打。赢或输都有借口啊，对，赢或输你都是胜利者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错。他又打回怪怪的开局了，开伤，又双 BF， 他是又发病了、啊，女朋友又又来接手了，弟弟又接手了。这根本第一场的重播、啊，对啊，人类也确认神族没上，不是啊？你打这个东西，你打这种闪追的，有什么意义啊？就是你如果打这种闪追的，你肯定是要那个啊，你肯定是前期你如果真的要骚扰的东西，你一定是并补起来，你不会是先补这两个攻防啊。不这样攻防你闪追前面兵不够，你人类如果人类间真的医疗你出来一波压出来，游戏就结束了。这是怎么乞丐版的猛男流？干、啊，他很喜欢刷少尉。这个时间点刷少尉还能接受啊，因为他这个时间点前面如果他瓦斯开这么多，他瓦斯如果开这么多的话，他这时间点到，然后他要开三矿的话，他应该是很多瓦斯，然后没有钱。哎、欸，这是怎样？是怎样？投两船出去，要不要跳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跳走？没有，他在跳之前，那 OB 就被点掉了，可怜啊！啊，会不会？我跟你讲，会不会演了老半天，然后这两个攻防还被点掉啊？不会
会这么搞笑的吧？天哪、啊！来了来了，先点水晶，然后再把攻防点了。那吕克回来，我跟你讲，吕克回来还不见得打得赢呢、欸，打不赢、啊，赶快来帮忙哦！啊，至少要全掉。亏烂了。那现在在开上控，他要跟人类一起开，尊重人类。不过好加在这个一攻一防没有掉、欸，会不会因为这个一攻一防没掉，直接变伏笔啊？我觉得有机会、欸，这人类没提供防。对、啊，因为我刚在想，其实这人类刚刚不应该点兵的、欸，他应该点那个一攻一防点的，然后就走了嘞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有点贪心哦、喔。你那个可以不用送掉。对啊，那两人送掉感觉还是有点亏。他没有攻防啊，他怎么会没提攻防啊？忘记了，还是不需要。现在人类也都这么任性吗？人类现在也都这么任性的吗？我觉得他可以下 VT， 神族可以下 VT 出高阶，爆那么多瓦斯。他现在出什么都会赢吧？我感觉，他现在出什么好像都可以了，这一攻一防好嘞。他这个一路插着这个人类插回去，而且他这边有防守哎。哦。我没看到刚刚刷嘴里。完蛋了！难道我们嘴了那么久，这才是真理吗？这个流程才是真理吗？有这种事情？这才是猛男流的真理吗？这是正确玩法吗？我不相信啊！跳！哎、欸，太早！哎、欸，他跳的有点丑，超丑！不啦，你可以不要坚持这个口，你可以绕一圈从下面，然后走到平台上，然后再跟他打。能进去的那家帅可以啊！对啊，那就走下面嘛，你走下面，端走这里过去不就好了？对啊，他终于想通了。啊，你走这里干嘛？还要干嘛？他要秀那冲出去的狂战士再回来，再回来。那回去慢慢打。哇，等下攻防无限优势哎！而且这个 B 你 B 一还盖到你 B 一盖的进度跟人家二的进度是一样的，不简单哎。对哦、啊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又看到了？太神了吧！天选之人哎。这人类现在空投就去送兵哦、喔，神族开始做视野，我严重怀疑这神族靠塞。又看到，他刚好摆视野的地方，人类就从那边。哦，来了，这才是我看过的神族吗？这才是我常常看到的画面哦、喔。再起来，再起来 ，A 组矿，再起来。呜，走人，嗨，好呆，都有反应了，白球也有了，哇，再回来刷，我看这个人类是万念俱灰了，他现在回救太慢了，哎、欸，再打你三控。冷静还没爆，他全部再回来。二攻二防好了，结束了。你的一才一半，人家二都好了，至少要打个鸡巴毛。再会了，兄弟。这失误实在太夸张了，忘记攻。啊，没有 OB 是不是啊 ？OB 嘞？在后面打麻将、哦。有，来了，哎，太架太后面了，定太后面了吧？靠背啊！这立场真的是半爽的。GG， 我有play。好，我们这边恭喜这个 Space 2-1 Brett Talk， 太神奇了吧！完蛋，他第一把到底翻？不是啊，他这把其实也很奇怪、啊。但这个 Brett Talk 很奇怪，可是可以的。这个不是啊，重点是这个人类更奇怪、啊。他这把是怎样？他也想睡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整个不在状态啊，攻防都忘记了。